学堂。Hi, I'm Strawberry， 我是草莓姐姐。I am Yoyo Man， 我是 Yoyo Man。What's your name？ 你叫什么名字呢 ？Great! Everybody, it's English time. 草莓姐姐，你有听过一首歌叫《形状变变变》吗？嗯，有啊。 我觉得这首歌超好听的，又可以认识很多形状：圆形、正方形、三角形。哼哼，谢谢悠悠妹的喜欢。这首歌是我和香蕉哥哥一起做的哦。哦，难怪这么好听。嗯，对呀。那悠悠妹，我就来顺便考考你形状的英文吧，请看 ，What shape is it？ 它是什么形状呢？ It is a circle. 它是圆形。Great. Next one. What shape is it? 它是什么形状呢 ？It is a square. 它是正方形。嗯 ，perfect. Next one. What shape is it? 它是什么形状呢 ？It is a triangle. 它是三角形。 Good job， 小朋友，那你们也都答对了吗 ？It is a circle， 它是圆形。It is a square， 它是正方形。It is a triangle， 它是三角形。Wow， it is a lion。 你有注意到吗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形状哦。有，我有注意到。嗯，那我们现在就跟小朋友一起来找找看吧。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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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哒啦！房子的屋顶 ，What shape is it? It is a triangle. 房子的屋顶是三角形。 嗯 ，Great。接下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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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，油桶 ，What shape is it? It is a square。这个油桶是正方形。很好。接下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大家一定都知道的哦。嘿，哒哒，轮胎 ，What shape is it? It is a circle。轮胎是圆形。 Good job， 小朋友，你们也都找到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所以在学校跟妈妈逛街或全家出去玩，都可以找找形状在哪里。对呀，一定会很有趣的哦。小朋友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梅花鹿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下订阅。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也可以看这里。